注意看，这个女孩叫莱安娜。上班第一天，身为实习生的莱安娜就被老员工刁难，一气之下，莱安娜决定反击。哇哦，这个帅哥是谁？既然是莱安娜的上司，他竟然给莱安娜撑腰，老员工只能灰溜溜地滚出了公司。辛苦了一天的莱安娜回到家中，看着这个出现在她家门口的男人，救命，他竟然是……点击了解更多精彩剧情。